现在来看看二龙对战小孩对决。二龙的主力呢也是大门五郎，他的主力也是大门五郎，小孩的主力应该说是对吧，他玩的最好的还是他的真克里斯，其次是他的不知火舞八神，现在他的八神有点弱了。喂，你若不理我便不气，兄弟回家晚上，你若不理我便不气啊，兄弟来了。欢迎无期，这场对决二龙对战小孩真克里斯。哦，好疼啊，好疼。现在对局来自于双方的八神的中间战，八神小孩八神在没有任何的资源，而龙杰是三期八神，不过小孩正是血量上的一个优势了，立回住了二龙的攻势。那现在二龙发起进攻，偷到了小孩的破绽的收招硬直，那么现在打出八个连招，那么现在小孩又被对方反超血量了，还有13秒的时间，后 AB 会被对方几次压制。那现在二龙再次跳落偷下盘，哎，你要前冲就用下轻人来攻你，点到了马上就确认啊，葵花带领。欢迎梁朝伟兄弟回家晚上好，梁斗来了，梁总。本场比赛，你们说小孩的八神水拔吗？有那么水吧？没有那么水吧？还行，打得还可以吧。二龙的绝对主力是他的大门五郎，北风之大。现在这局来自于二龙的大门五郎对战小孩的绝对主力真克里斯，二龙现在再次一个超手针，把自己的第二颗技加满了，滑铲想偷，对方却摆一个下低。哎呦，现在二龙掌握场上的绝对优势，小孩跳入成功，可惜啊，这个重拳确认慢了，真的是有点卡呀，不应该，刚才逆向重拳都打到了，可惜啊。现在我们看二龙的大门五郎能不能顶得住，小孩被对方抓一个飞头。七秒钟，大门五郎后撤防守，小孩想抓头，可惜被二龙再次抢到一个头，小孩被二龙活捉。那么接下来小孩还要再战二龙一臂，接下来这个臂我们来看看小孩能不能开张。感谢梁董的熟女对六啊，谢谢梁朝伟的熟女对六，晚上好兄弟，欢迎梁董回家。本场比赛二龙先拿下了小孩的一个臂了。帧数不行啊，卡是吧，有点卡，卡的话你切换清晰度啊，切换清晰度啊。欢迎橘右京，小孩还有三颗币啊，还有三颗币，不知后我继续来战对方的真克里斯啊，我们来看这场对局吧。喂，还是加一张两宝雷锋法师啊，雷锋法师啊，对大兵，好吧兄弟啊，对大兵。我现在是最低清晰度，你不要调最低啊，你调到蓝光试一下，调到蓝光试一下。
发现真气洋洋小虎哥成功逃了，但是还来看二龙的发现对战小孩的不知火舞。蓝光果然绿绿的，对不对？信我的没错吧？相信我没错的啊！我从来不忽悠你啊！我的二龙的八拳对战小孩的八拳，来加油！咱们来看看这局二龙的八拳对战小孩的八拳。哎呦，哦，哎，二龙这里出了一个无脑升龙啊！可惜啊，小孩今天没发挥好啊，状态问题啊，状态问题。你也喜欢看拳皇吗？武器喜欢看拳皇，你可以卡个牌子支持一下。其实啊，咱们这个小东西小厨爪姐马上技能可以花了，他的花神终于是要支撑起来了。小孩看到了二龙的大将了，大门五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一个心魔，现在啊，每次被大门关到满面，他的他就不会打了。咦，这是一个选择题啊！来看看这样对决，来到了感谢梁朝伟的人气票以及梁总的战榜。那这个对决来到了对方天地板，八神又没了，就看克里斯能不能顶得住了。二龙现在如果再拿下小孩一臂，小孩就要下去休息了。初中的时候每天都是回家吃剩饭剩菜啊，对，应该来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啊，都是喜欢看，都是经历过街机厅洗礼的小伙伴，对吧？大家的经历都是共通的。有没有丢过自行车呀，兄弟？欢迎无期兄弟加入咱们的14409名粉丝成员啊！小孩牛批了，终于是支撑起来拿下了他的心魔大门五郎，给他点个赞好吧，不容易，双方打成了1-1平，各自拿下对方一臂了。喜欢小孩的给他点个赞好吧，刷个赞。双方的赛点局谁输了谁下去啊，谁输了谁下去。二龙也是被小孩打掉一臂，三颗臂了，小孩三颗臂啊，二龙三颗臂，输两个币就下去啊！感谢无锡兄弟的15你6啊，也祝你666好吧！谢谢兄弟的战榜支持。现在对局来对二龙对战小孩的对局，左边是二龙，右边是小孩，加油！得把二龙能赢打个二龙，觉得小孩能赢打个小孩。二龙的首发依然是真克里斯做首发，火舞现在被克里斯关到厕所了。小孩大喊一声我要出去，还有7秒钟6秒钟，二龙能不能翻盘？4秒钟，二龙侧中转，小孩赶紧反弹跳出去，好了，活捉了真克里斯，解决这个真克里斯也算是卸了二龙一半的战斗力了。把神面对不知火舞还是有点为难了啊！毕竟不知火舞是打法是克八神的，来又压制住对方起跳了。龙影我是一个软固定，再次 CD 反击打扛。现在小孩后跳飞空重拳，二龙现在非常难受啊，他的节奏打不起来啊，完全没有自己的节奏，跳飞下飞超伟大忍风打完二龙的最后一点血量。那么现在小孩一挑三的局面已经出来了，对方还有一个满血的大门五郎，你觉得这把二龙能赢打个二龙？觉得小孩能赢打一个小孩的名字？好吧，大门五郎是二龙的最后的机会，双方的赛点局，谁输了谁下去。大门五郎现在把小孩放到板边，抢到一个飞头机会，前胸小跳飞出去，我大量得，也许得，哎呦，二龙这边头上符确认出初音头。第一个头上符打完之后，再次头上符打康啊，因为打康他了，可以再次追加一次头上符。反三局的局面出来了，
大门五郎现在损失了40的血量，目前小孩是绝对优势，两管血基本上。二龙正在一点的往前推进，一步一趋的往半边压制小孩，小孩的八神终于要出来了。打大门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啊，三个遮给偷一个地图。好，大门五郎 DD 反击，被小孩抓了一个重拳，结果小孩把二龙打下去了，给小孩点个赞吧。